因为社区营造成果非凡，雅教社区成为全国社区参访的最佳地点。经过多年努力，雅教社区不但营造多元化景点，并且阁将活动中心打造成有地方文化产业特色的展览空间。在社区理事长张进堂和志工队长王丽娟带领全体志工努力之下，在六合路边就可以清楚看到黄阿狗毛系公园。因为早期太太阿姨都在狗仔边洗衫，狗内就充满真侪毛系。社区营造过程为着要保存这段回忆，所以特别在路口设置这段艺术，嘛让所有来到阿狗的乡亲感受这段过往的时间。以前那是土狗啊，土狗迄、那个。毛蟹对河口一直起来，啊，起来产卵，就毛蟹。哎，让我想到说，在这么样的地方，我们就给它一个造景意象，就是毛螃蟹。那这边以前曾经做树林诶，伊伫口旁摆做个树林，就是曾经伫遮来摆两盆花，一亩嘞。有时候有那个花是长得很茂密的，它就很好吃哈。就是要拍手，要欢迎大家来玩社区。雅教里的社区营造呈现在另外一方面是投入植物染文化产业，透过社区自己开发植物染，让社区有产业特色，期待永续发展社区。他们有机会可以上来参观，可以上来看我们到底植物染在做什么。哦，这就是我们河边织的河边的白胚布，哦，我们经过手染的方式来改变，变成有用的东西，可以在居家美学派上用场啊，洗衣间嘛是这种啊，然后我们的一些花瓶，还有一些布置，还有小东西，还有包包，还有生活用品，还有我们跳舞的舞衣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植物染的东西去做。啊，我说了这么多，但是我做起来真的有点慢，没办法，因为这东西是要一些时间，要一些时间，而且我们今年有交了实践作品去草屯公益中心，因为去年我拿他的经费27万，然后要交10个作品，啊，咱要提出去代表何必的物件卖，你想卖说，我把10项这水的拢交去伫公益中心，公益中心有一个社区馆，那个社区馆就是在展示社区他们跟他们合作的计划，哎，啊，那就是代表和美做的东西，我们社区也就是想把这个区块做好。和乡亲创造和社区，有发展未来社区，伫咧优质的领导者带领之下，需要各界搁较侪破声。其他好的社区，唔那是外观民众参访的景点，嘛是地方的乡亲家己会当去的好所在。新中华新闻张代景何必采访报道。